却显得异常平静。在现场数万国人的见证下，他选择了难度系数6.9星。定向抛360，定向抛至高杠，啪至低杠，蹲腿，正抛正，回到高杠上，然后轻个空翻，大回环180。我们的编排来了，就是我们刷一组专题，现场的观众非常配合的，每一次我们的一组转体之后都给出金鼓声。它的下法是两个转体直接接下法，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两支强队高低杠的编排不一样。我们擅长用这种难度大的转体去挣我们难度分。不负众望，姚金南顶住了巨大压力，这一跳动作的连接十分完美，落地的同时也击败了俄罗斯的冠军梦。最终中国小将姚金南以15.633分的优秀成绩成功逆转，为中国队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金牌。看完比赛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评论区打出来。